呢 two wash 唔會太難嘅。媽媽頭先講你隻手邊度有敏感啊？哦，俾你睇下，呢個應該係少少濕疹。濕疹嚟㗎？濕疹有，我有經驗。呢、這個搽嗰啲膏就得㗎啦。即係我隻手都係咁，但係我唔係好似佢咁一塊過甩。即係咪有乾燥咧？乾燥係啊，呢隻係嘅，唔係話太嚴重嘅。不過要睇醫生攞藥膏搽，如果唔係就會。因為佢初頭得一隻手指嘅，跟住嘅食其他手指都有。係啊，咁要睇醫生咯，攞啲膏搽下咯，知唔知道？如果唔係一陣間就麻煩嘅啦。我一陣間幫你抹下個琴先，好冇？嗯，係啦。誒係啦，揾音我轉頭先示範俾你睇。你咁快拆開嚟用啊你？好啦。好啦。誒卡喺。我攞咗啦，我攞咗啦。唔好。哥哥，你等等，我幫你抹吧。朝頭早應該精神啲。你講哥哥？兩個都係咁嚟講。咁咪好咯，你睇下下次會唔會安排到時間你叫星期六咯？係今日特別早啫，我晏晝要去 rehearsal 啊嘛。十點學完網。好啊，你睇下第時你會唔會過星期六啊？我 OK 噶。如果手咧有啲乸，你同我講，我再同你睇一睇，好唔好？係啦，應該冇事嘅，呢個係就咁清楚。咁你就記得要忍下手，唔好搣皮喎，知唔知啊？因為你搣咗嘅話，你一陣間流血你就仲麻煩，就感染咗仲麻煩，知唔知道 ？OK， 忍下手啊，好。搭十一，搭十一，係啦，冇錯，呢個鐘快咗嘅，你睇你自己個鐘，係。哥哥都有禮物啊！呢、這個啊，因為我冇男仔禮物啊，呢、這個係男仔公仔嚟嘅，哦，係叫做 Mayor， 我唔記得咗，唔係麥當勞佢嗰個叫做類似村長，一個村嘅村長咯，係啦，個公仔嚟嘅，係啦，咁樣咯，嗱，我擺喺度先，記得一陣間提我俾你啊！好，我都攞翻你嗰本嘢咧，幫你釘翻樣紙上去，我都係用呢、這個。我睇下點樣整先。我會索性咁樣釘上去噶啦，我唔掹咗前面嗰張噶啦。因為咧呢一份譜咧，你記住啊，唔可以攞去比賽噶。佢係攞嚟俾你練習，因為如果你去比賽，你一定要買書。而我未必諗住幫你買書，因為你淨係彈呢首歌就去比賽嘅時候，考就音樂節，所以我會要求你背。咁如果當日咧，佢幫你登記嘅嗰位姐姐或者哥哥問你攞書，咁你會點講？因為佢要睇你本正本，咁你點講？唔知。阿鐘同學，麻煩你攞本書俾我睇睇。咪遞咯。嚇？遞咯。遞咩啊？遞俾佢。你冇書嘅喎。呢、這個影印本唔準嘅喎，會即刻取消資格嘅喎。佢講好講明係唔准攞影印本嘅，咁點啊？好簡單嘅咋？錯，唔可以，佢唔可以咁樣嘅，都會取消資格。佢唔會唔可以俾你攞影印本，你跟我講一句得㗎啦。我背咗譜啦，識唔識講？講一次。我背咗譜。係，你千祈唔好講話我攞影印本彈咗啦。OK， 係兩句。唔同㗎嚇，記住我背咗啦，咁就得㗎啦，咁佢就明㗎啦，收唔收到？嗯 ，OK， 我到時會再提你嘅，因為呢樣嘢係好緊要。啊，妹妹嗰個我就未教佢講，因為佢始終仲細，我會教媽咪講。但係你係大個嘅，咁佢會問，佢會直接問你嘅，有機會，咁你就同佢講我背咗。咁所以咁長嘅一首歌，你係要背咗佢㗎。但係你放心，呢一種類型嘅歌咧，佢係好多地方都係重複，隻手忍下唔好搣啊！我講咗好多次啦好，我示範少少俾你睇，睇住咯喎。Thank you.
竟幾叻仔，可以彈到幾多少，我幫你釘一釘落去先。首先你幫我揾一揾個音。呢張我冇俾過呢一種嘢你啊，呢一張咧就係、是、因為我本身應承咗我十二月會有手冊嘅，但係我仲未印得切個手冊，咁所以咧應該最快一月先有。咁所以咧呢一個月咧，我會用咗呢一張紙嘅，不過唔緊要，佢有多噶啦，因為咧佢一版已經係有一個月噶啦，係啦。咁一月份如果有手冊到嘅，我就會後邊嗰版我唔用都得嘅，係啦。In case 我唔知佢會唔會遲，因為啱啱好十二月都會有啲聖誕假印刷嗰方面。咁咧呢、這個咧就係、是、同你遲啲收到嘅手冊嘅格式係差唔多，但係我當然新嘅手冊係會靚好多啦，一本嘅。咁咧。佢呢度係 weekly practice record， 即係同你之前我畫俾你嗰樣嘢一樣，我會直情寫埋喺度你要做啲乜嘢。咁你而家唔係太多嘢做嘅啫，你而家要幫我應付好106。當你成首歌搞掂曬，我先會教你其他嘢。OK， 因為我哋講好咗你要比賽，係啦，因為你已經遲過其他同學開始，其他同學仔咧一報咗名，因為我係啱啱先知道媽媽係幫你報咗名，我之前唔知道你報咗名嘅、啊、你已經遲咗人哋兩個月去彈呢首歌㗎啦。咁所以我哋要追翻啲時間，你明唔明我講乜 ？OK， 咁所以咧，你帶呢張紙，我哋通常就會寫106。咁呢度照跟翻，你要自己 mark 翻低你練咗幾多琴，我會照計翻分俾你。妹妹好老實，佢講咗俾我聽，呢兩個星期佢練咗兩日，咁你練咗幾多日？冇練。一兩日係咪？咁即係同佢差唔多啦。咁我就 mark 翻兩分俾你。OK。咁呢個我寫完之後，我會幫你釘翻上去嘅啦，照即都係釘翻喺呢本紅色書度，所以呢本紅色書喺呢一個月嚟到講係比較緊要啲嘅，收唔收到、？OK， 好，繼續咯喎，繼續揾音咯喎。你記唔記得？錯，所以你後面咪有啲音係有啲唔啱咯。你開始位置錯咗啊！佢呢個係 D 嚟嘅。Stop， 唔係呢個 D， 再嚟個。
Yes， 淨係右手先好冇 ？Stop。嗯，做得好啊，繼續啊。好，你個人坐後翻啲。好，再幫我啦。同琳琳一樣，剛才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到我跟琳琳說的話，一路學的時候一路背譜了，省回我們前兩個月沒有練這首歌的時間背完它了。三一三四三四三二一，不是三四三四三二一二一二一二三三四三二一，開始了。你多次先，嗱，不如我第一句寫俾你咯，你好似好難跟咁嘅。嗱，你多次啊，三二三二三，三四三四三二一二二一二二二三三四三二一，嚟啊！再嚟講，做得好，背到未？背到好。左手呢你想合上，因為我知道你很喜歡 hands together 一起的，這個都是一個好習慣來的，它是 F sharp， 這個是 D， 這個是 G， 這個是 D， 這個是 F sharp， 這個是 D， 這個是 G D D， 試一下那邊，一啲斷音，一一我講嘅係一模一樣，你仍然係第一粒音係比較係立啲嘅，你要俾佢，又唔好俾佢跳咗得啦，太細。嚟一次咯，預備一、二、三。喂，你可唔可以跟翻我？一、二、三。不是，你跟翻我的意思，你跟我的節奏。我是哒哒哒哒哒哒，一、二、三。嗱，好咯，第三、第四我同你夾到啦，第一、第二夾唔到啫。而家你而家試下自己夾喎，好冇？兩隻手一齊，預備 ，Go！準備好未？第二行我哋準備好了喎。你彈第二定第一？我跟唔到。OK， 咁我俾下你先啦。呢個係三四三四三二一樣啦，三四三四三二。
佢呢個改咗 B， 你知唔知㗎？唔知啊，嗬，一首普通 B 嚟嘅啫。呢、這個三。住得唔得？我哋 focus 咗呢一句练好佢先。你使唔使分手练？我哋有時間啊嘛，咁我哋咧就將佢分批啦。首先，你幫我呢一行行五次先，但要全對喎，五次，唔好，淨係右手，我分得好仔細。一次。兩次，三次，四次。你嗰度唔好俾佢窒咗得唔得？第五次嚟講先。多咗。OK， 做得好。好啦，跟住右手嘅呢一句即刻 move down 去 B， 係三四三四三。三三三二一，做得好好，又是帮我弹五次。嗯，一次。两次。四次。
手，左手幫我係做嗱，你頭先合手咧係做唔到嗰個效果嘅。不過唔緊要，起碼分手你知道自己係要做啲針針，就要針針就 OK 啦。OK， 合手我哋可以再執。OK， 嚟多一次咯喎，呢一度左手，左手我哋成行練咯，兩行一齊練咯。这是 F and D sharp。好，咁样为止一次。OK， 好，第二次。quality 一样，第最尾嗰粒音唔好跌咗落去。
啱啱是第二，不是啱啱第三，而家仲有四同五。OK， 四同五完咗之後，俾你休息一下，我哋先完埋最尾嗰兩句，好冇？呢兩句我淨係去到呢度嘅啫，得唔得？我會喺手冊上面、手冊紙上面寫係第一個拍子，第一拍。呢個係第二，呢個第三，呢個係後面嗰、那個之後嗰堂噶啦，得唔得？好冇？行多兩次俾你休息一下。跟住就可以休息啦，加油！有啲唔記得上翻去，落去梳化制度休息一阵，前面嗰两句先，好冇 ？Hands together， 好，可以嚟啦。首先你个人要坐好先，系唔好缩埋一嚿，冇错。咪住，一路呢一首歌好多开始位置基本上唔一样，手指的而且确系一样，你要记得个位置，醒目。放一放低只左手先，系好，跟住就系呢个二系去到边咧？呢个二系去到二，唔使净系右手。好啦，变翻个 sharp， 因为呢首歌全首都有 F sharp。等我，2 3 2 3 2 3 4，嚟多次。改咗 B G G， 呢个唔好弹住先。我知道你好心急想弹埋佢，但系我哋完成咗第三堂先，好唔好？嗱，咁即系呢两句基本上系一模一样噶喎，系咪？你照版主管弹就得噶咯，都系弹五次右手先，右手先，右手。
第二次，你彈多咗，我唔需要你彈多。跟住而家彈第二，
我拍手指给妈妈了，等等。好，摆好两只手，唔系，我意思是拍呢三行的指法给妈咪睇，唔系拍你个手指甩皮的情况。OK， 等等啊，可以开始。手快快多了，它是這個啦。第二呢，我發覺 Eldo 原來你不是很懂對這個，這個我先前已經提了你呢，它第一下是一起對，跟著第二拍才是對兩個音，你明白我說什麼嗎？你好像不是很懂對這個位置，是不是？我們練一下這個，我們不要下去住，搞定了這個先。這個是給個音你，它是D，就是不是這樣咯，是不是這個對了先，不是這個是D來的，你對的，跟著再彈多個D，不是啊，再彈多個D，不對，再來過，好，呢度你幫我練大概十次左右到，唔得，我哋唔可以係彈咗另外一啲嘅重複，唔得，呢個我唔接受。它這個是 B B， 它下面對 D sharp， 就是不是這個對、OK， 一次錯，兩次，三次，Thank you.
明唔明？呢三嚿你要咁樣抽出嚟，你唔可以好似先前咁樣係得得得得得得，你慣咗呢個動作，跟住呢度你做唔到就唔可以。你要有個 concept， 你呢一度係知道自己係停得得得得得得得，你明唔明白 ？OK， 去埋最尾嗰句咯喎，好唔好？搞掂埋就 OK 噶咯喎，呢個錯，自己試下揾音。呢個啊，係記住佢啊 ，hold 足成個小節嘅。hold 住佢，好，跟住好快咁速，好快速咁换一四啊，识唔识啊？二四 OK 冇问题 ，OK very good， 嚟多次，你啱啱用二四噶噃，你可唔可以固定一个手指先？你改唔系问题，你话俾我知，二三。你自己用咩啊？究竟講多次，我唔係好明白你用邊個先？音係啱噶啦。OK， 二四，跟住咧，係啦，你跟人啦，因為咧你用一手指擺上去個 shot 度係比較煩啲嘅，好唔好？唔好改手指咯喎，我哋固定咗就用呢個喎，得唔得 ？OK， 左手俾埋你。呢、这個是 A D D， 哇！呢、这個好難啊，識唔識啊？唔係，佢都係呢一個下面嘅 G 啫嘛，唔係冇問題。五手指，跟住呢個係 D。兩隻手一齊咯喎，好冇？我唔分手練過咯喎，好冇？五次，慢啲，慢啲，但係要準。呢、這個好多跳動嘅，好 A，
次 OK？ 第三。A 呢啲記得，唔好成日記錯位置。係。少少位置上的改動，但是有些是照版主換抄的，你回家可以自己試一下，但是不要亂練，知不知道？不要練錯了，壞習慣。 OK， 好，